的信息等着你回，困也不睡。昨天说我讨厌，今天准时赴约，还堵着嘴、哎、该死的世界，我是不是了解，被箱子里的灯照着的你好美。我牵你手就走，你生气却没有松开手。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，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。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，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。也许我话不会说，也是一种深刻。办公室在二楼。